パンデの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トマト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もう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ー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踊るパパリ又在喝麦茶啊？妈妈，麦茶已经喝光了，你再做一点。啊，已经喝完了。还不是因为家里没有空调，像灼热地狱一样的家里，就只能靠喝麦茶才能活下来了。好吧，好吧，灼热地狱的家是不好，但喝过头的话会出很多的汗，适当的喝一点吧。啊，好热，跟妈妈说的一样，出了好多汗。应该不会被自己的汗给淹死吧？啊啊！这么热的天，还有人在打棒球，真是不敢相信呢。啊！双肩触地，本来都打中了，真是太可惜了，丸子。是啊，要是彩票中奖能得空调就好了。太棒了！出来！逆转满垒本垒打，真厉害啊！果然不出击是不行的。是啊是啊，进攻胜过防守啊，丸子。是啊是啊，进攻胜过防守，空调也是不出击就不会有的。嗯，进攻胜过防守。对了，只要出击不就行了？什么，丸子？进攻胜过防守，你告诉我了一件好事，爷爷。哎，我有吗？什么事啊？怎么了？我决定了。啊？你决定什么了？去一个装了空调的地方。现在从这里向有空调的地方出发。你在说什么？又在说什么蠢话了？怎么样，我的逆转满垒本垒打？虽然不太清楚你在讲什么，不过还是好厉害。那再见了。加油加油，丸子，胜利胜利！不管你了，要在吃晚饭之前回家哟。找有空调的地方，果然还是得去那里呀。对不起，少爷现在还在国外度假呢。好吧，花轮家里还有这样的陷阱，我都没有想到啊。我真是个笨蛋。啊啊，对了，可以去小玉那里乘凉。小玉，小玉。他好像出门去了。啊，根本没想到。可是不是我的错，是因为太阳，正是天气太热的错。果然只能去那里了。原来大家都跟我想的一样啊！啊，真是太好玩了！猪太郎，喂，小英，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到这里来是吹空调的呗。可是现在不够凉快了。那是因为人太多了呗。小英也是为了吹空调才来的吧？讨厌，真是没礼貌！我是来借书的。都这样了还装呢？暴露了，暴露了呗！啊，藤木。你们，你也来吹空调啊？
肯定是这样的。不可能是别的原因呗。就是啊。不，我是来寄书的。算了吧，台词用过了。什么嘛，我真的是。我们四个人的家里都没有空调。叫做空调屋怎么样呗？还是说 no 空调比较时髦些吧。这样的说法虽然时髦，但却一点意思也没有。你们安静一点，不要打扰到这里看书的人。不好意思。训话的是你们，干嘛连我也被赶出来？好不容易才到图书馆凉快的看书的。放弃吧呗。藤木，这也是一种缘分呐。缘分？和没有空调的同伴一起出来玩。真讨厌这样的同伴。山田。小樱啊，你在那种地方做什么呢？我在捕蝉呢。捕蝉？一起捉吧。不，我就算了，光是听到蝉的叫声就觉得很闷热了。再见。再见呗。哎，捉到了。山田同学不觉得热吗？因为是山田同学嘛。什么意思呀？没什么。真凉快，我又活过来了。不得了不得了了，你是什么时候偷偷跑进去的？怎么了，猪太郎？里面更加凉飕飕的呗。真的吗？好哎，进去喽。等一下。等等我。一下子汗就没有了呗。这是最伟大的发明。企鹅就是这种心情吧？肯定不是。好冷。藤木同学。怎么样，最新型的空调很凉快吧？如果喜欢的话，你们就回去让爸爸妈妈来买吧。好冷啊。我等着你们。好冷啊，本。空调什么的真是可望不可及呀。或许也会有人来驱赶，像我们这样只是来乘凉的。也有这种人呢。一走出商店就觉得好热呀，本。那接下来去哪里呢？去书店吧。可是我今天一分钱也没带。又没说一定要买，对不对啊？只是去乘凉啊呗。这不太好吧？对呀，有点太无耻了吧。说什么呀，我们都是 no 空调啊，现在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意图啊。我们只是为了去享受空调，仅此而已呗。小燕，没关系的，反正回到家里不是到处都有凉快的地方的。这个吗？没错了。明白了。那一定来哟。那我先回去了。藤木逃避了呗。真胆小。胆小。藤木，你不是说想要在凉快的地方看看书吗？现在不是正好吗？这就是啊，藤木，连我都做好最坏的打算了。你是男生更应该进去啊。是那么一回事吗？好了，走吧。冰冰，猪太郎。好凉快呀。是啊，真是凉快得不得了。小樱，我们还是回去吧。才刚进来呢，干嘛出去？可是冰冰，我们还是走吧。站着看书果然是不好吧？什么呀，站累了就蹲着看不行吗？不是这个问题啦。果然是你啊，现校。哎，妈妈，怎么会在这种地方？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这里有空调。这种行为太不像话了，太可耻了。对不起啊，我马上就把他带走。快走。我们要是也被妈妈发现的话。快回去吧。好热，真的好渴呀。
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家喝奶茶了。哦，春田，小英啊，你在做什么？蚂蚁窝，真好玩啊！你不觉得这儿很热吗？小英，你说什么呀？夏天当然很热呀，真是的，问那么奇怪的问题。如果夏天不热，那就不是夏天啦。寒冷的夏天我才不喜欢。这么说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呢。啊，你看，今天我捉了很多哟。你浑身上下全都是汗呢。啊，到那边的树荫底下就凉快了呀。哦。好凉快。最后小丸子的心情就好像被山田打了逆转本垒打那样愉快了。有趣体操是什么样的？肚子好饿。做完广播体操，早餐会很好吃的呢。我是睡了懒觉之后会更想吃早饭。每天为了做同样的体操而早早起床，真无聊。丸子，今天的体操怎么样啊？怎么样？每天都是同样的，为什么广播体操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呢？如果经常变换动作的话，记起来会很麻烦。偶尔也想做不一样的体操嘛。不一样的体操？动作更有趣的体操，比如电视上不是有吗？很酷的音乐，很有激情，叫什么呢？叫空气跳一跳？叫有氧健身操吧。哦，对对对对对，跟我一起做。一、二、三。也有缓慢动作的那种，你看，像这样。什么呀？鱼篮盆舞？不对不对，在中国那个叫……看，像这样。这是什么，爷爷？啊，是叫太极拳吗？就是那个。哎呀，真好玩，爷爷。是是嘛。如果有这么有趣的体操的话，我说不定早就喜欢早起了。就算不够有趣，也得给我早起啊。暑假的早上，广播体操是一天的开始，很重要。好，让我来出一份力。让我想想有趣的体操吧，把身体运动的乐趣传授给丸子。爷爷，你行吗？交给我吧。这是做什么？丸子，这是我想到的有趣体操。什么样的？瞧，一边唱歌一边做体操。哎呀，这里呀、啊，在那里呀、啊，瞧瞧。多里夫的歌吗？小百惠的可以吗？好呀，这种感觉啊，只有这些，只有这些，是吗？真的只有这些吗？哎呦，我的小百惠！这样一来，广播体操也变有趣了。但是做体操的时候不可能唱歌的吧？这是，那就去拜托工作人员把广播乐换成用盒带播放的流行曲吧，怎么样？那就不叫广播体操了。今天天气也好热。丸子，趁现在还凉快，我们出去散步。趁现在还凉快，我想去看漫画。丸子，放任不管的话，丸子就一整天碌碌无为啊，未来真让人担心。那样的体操给我到外面去做。体操？切！我正在写信给市会的歌，可你们在院子里放奇怪的歌。吵得我都没心情写了，真奇怪，是不是有趣体操啊？有趣体操，真让人担心啊！野口先生，你好。Hello, I'm fin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刚才听你们说有趣体操什么的嘛？那你认为是怎么样的？
是指愉快的体操吗？是的，正如你所说，只是广播体操的话不叫体操，我在想的是世界上的有趣体操啊，是不是孝子？可以让我看一看吗？说实话，最近我正在研究体操呢。 OK， 那一起去公园吧。爷爷，不行，被别人看到会不好意思的，走吧。那个野口先生，如果野口先生教我有趣体操的话，爷爷，有趣体操，想看，超想看。哈，我走。大通场，爷爷，我太喜欢你了。野口先生。奇怪，去哪儿了？在这里就可以了。让我们做有趣体操吧！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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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对不起，一直纠缠着您，真是对不起了，非常抱歉。可是您能不能教我一点有趣体操呢？我想把这种乐趣交给丸子。孝子，我的身体很软，会很快记住的。愉快的体操是这种感觉，卡将，只要一点点。我没准备好吗？我真是太失礼了，那打扰了。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殷同学的爷爷既然那么努力的话，就让他看一下吧。Yes. Oh, my friend. 谢谢。怎么了？你又无所事事了？稍微打起点精神呢。对了，爷爷正在帮我想有趣体操，也许那个会让我打起精神的。噌噌噌噌噌。首先，手臂用力向上伸，伸展运动。然后脖子伸长，扭脖子运动，预备起来。右手向上伸，左手向上伸，右左，右手放下，左手放下，身体向侧面伸，侧身运动，向侧面弯。接下来把手放在头发上，侧分运动。好难呢。手腕左右扭动起来，扭。哎呀，八杠啊！八杠。深呼吸啊！快跑！走喽！这样的有趣体操，我真是想不到啊！好了，让丸子来见识一下。我回来了，丸子，快来院子。有趣的体操啊！现在你就跟着我做，有趣的体操开始。卡拉棒，卡拉棒棒杠，卡拉棒，卡拉棒。这是广播体操的动作哎。手臂打开，向上伸，伸展运动。啊。然后脖子伸长，扭脖子运动。好。右手向上伸，左手向上伸。右手，左手。右手不要放下，左手不要放下。你放下来了，爷爷。对了对了，身体向侧面弯曲，侧身运动。向侧面弯曲。然后把手放在头发上，侧分运动。这个我没办法做。好好玩，好好玩。爷爷想的真棒啊。刚才在散步的时候突然想到的。爷爷真是太厉害了，我要做给小玉还有冰冰看，这个会很流行的耶。好，我也加油。有趣体操是我爷爷想出来的，对吧？那个是怎么做的呀？快点嘛。大家都来做有趣体操，健康的度过暑假吧。
那开始喽！有趣的体操现在开始，嘎巴！哦，野口同学，出来吧。嗯，就在这里好了。你怎么了，爷爷？好吧，这样，为了你，一直坚守女人的节操，我一定不会打扰你呀，不会打扰你。我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哪里受伤了吧？这就是魔女的一击。魔女就是闪到腰了，在欧洲就是这么叫的。我爷爷也是在想有趣体操时被魔女击到的。好，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也是在想有趣体操的时候。哎呀，还是马上回家躺着比较好啊！不行，必须一直运动到不痛为止。那好吧，努力过头了。是吗？原来是野口爷爷教你有趣体操的。一直没说出来，我还是不适合有趣体操啊。爷爷也许会比较适合悠闲体操。悠闲。等你的腰好了，我们再一起想吧。悠闲，悠闲。有藏，笑口常开符没来，腰却闪了。每天都这么热，根本什么都不想做。吹完电风扇，如果能吃上刨冰，那就太享受了。哎，如果有受到惊吓然后就变凉快的办法，要记得教给我。下一集樱桃小丸子是《樱加六物语》和小丸子想吃刨冰，敬请期待哟。